从2002年到2007年，就是在各种工厂公司的写字楼上班。转变的最初动因、最初原因是2008年四川地震，然后当时觉得死了很多人，就是一种简单的冲动，就回四川去。2年前去看陈光诚，买了一台黑莓手机要去拍他们，但是满心以为可以拍了可以全身而退，把拍的东西带出来，结果黑莓手机拍了2分钟不到就被抢了，就被砸了。当说他们的诉求得不到响应，他们的生活没有人关怀，更大的困难是关注的人还是太少，跟我一起能够关注他们的会去荷兰教他们上微博，还是说帮助他们上互联网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当我们被欺压、被凌辱的完全没有还手之力的时候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它记录下来。